你是谁？我是金牌吕林老师教你画画。我毕业于美国纽约长岛大学美术硕士，加拿大国际水墨创作比赛枫叶奖得主。这个从左边，好，这样子撇过来，这样子用粘的，咚咚咚咚，好，用这样弹跳的方式哦。白色的地方再盖一下，它本来就有毛茸茸的感觉，所以这样用粘的把它用弹跳的方式把它补好造型。为什么找你学画画？因为老鹰教的小孩才会飞，第一名的老师教出第一名的学生，这是我的奖状墙，是我指导学生参加县市、全国、世界杯美术比赛前三名奖状。和你学画有什么好处呢？你将学到武力、想象力、创造力、观察力、思考力、专注力，一辈子受用。爱因斯坦说，想象力可以带你到任何地方。还有三宝：自信、快乐和幸福。金钱无法衡量，是无价之宝。 So come on,What are you waiting for? Enjoy the painting. Become the one you like. Get it. Later on. 未来还有许多有趣的画画课会教给你哦。我们下次见。